现在我们有庞大的主持阵容，好强啊！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原来我是站在这边的，又搞的，你明年二月会在那边。我们阵容会越来越庞大，还在棚内嘛？对，那我们放心了。我们上海有第二排。我们会怕，因为刚刚一来，制作人说：“马里奥，你会不会摄影？”他本来叫我去当摄影。